听说没有，失忆博士家出了爆款斩男香，连香水瓶都是国外进口的呢。可不是咋的，不但小姐姐抢，连小哥哥也抢，可是一箱难求了。哎呀，身为美妆达人的我居然还没有，姐妹们咱们赶快冲呀。看你是急着去聊男神吧，嘻嘻。快别逼逼了，咱们快点去，要不断货了。十一博士，我想买新出的爆款香水。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售罄，你看要不这样，你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会有上新提醒哦。好的，谢谢关注，您过两日再来。哎呀，材料都没了，我得再去画里面薅一点材料。蔷薇水是做好了，但是这个瓶子香气太容易散失了，我还是得去找大一国长径细口的琉璃瓶。任意门，我还是先拜拜吧。罗汉大叔，请你保佑那些看视频点赞的人幸福快乐，财富自由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祈祷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赐予你，去吧，琉璃瓶。十一博士，蔷薇水做好了吧？做好了，做好了。这款蔷薇水不但能当香水，还能当卸妆水，您把它洒到饭里增香也是可以的。那不错，另外我还想再定制一下香程中记载的用蔷薇水做的明香，以主花进尘。没问题，您过五日再来。哎呀，沉香也没了，我得再去薅点。主花进尘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我来给您试试香。真好，我现在好像就置身于满架的蔷薇之下，被初夏花果的香甜所环绕，给我包起来。谢谢称赞，我这次做了有富裕的。如果这期点赞破20000的话，我就在评论区抽粉丝免费送。哎，这又谁来了？十一博士，我来买蔷薇水，是皇后特地推荐您这的。您来的正好，刚做了一批。另外，皇后想找您定制百花争香。这百花争香要用一年四季不同的时令鲜花，要做一年的时间，工艺极为复杂，现在都已经失传了。要是这期视频点赞能过100000的话，我就还原出来。小伙伴们，求求了。